好吃吗？还不错。够 pure 吗？这 cheese？ 我不喜欢太硬，所以它没有很硬。哦，我喜欢吃硬的。当你在拍影片的时候 ，auto focus 就变很重要。没有啊，什么 ？auto focus。然后只有像这种 DSLR 的 camera 才可以做出那种 blur 那种层次，就是景深啊。对，就是景深。看来你是追求景深，有些人是追求就是要比较 wide 的。陆可最近还在健身吗？比较少，很少。为什么？大概两个礼拜一次。你去年不是还蛮挺的？他们因为有买那个教练，现在没了。我早就停掉了。你早就该停了，好不好？啊、去年就跟你讲，你很白痴，在那边上一大堆。我这回去，那就是我那个用到宿舍之后我就停了，那边楼下就可以用。那你为什么连宿舍都不租了？疫情，我就对啊，我就疫情就。這樣那疫情更应该是你租个宿舍少回家吧？怎么会？哦，因为就不要传染给你爸妈就好了。那我们的恐龙不是很严重？多个地方，而且你的宿舍重点是又不贵、嗯，而且对不贵也是不贵也是有，不是你又不缺钱？我也不缺钱，那缺你缺吗？怎么会不缺？为什么？你有买车吗？或买房子？想干嘛？你有想要干嘛？没有啊，还是要存啊。我也还没买房。可是以你的能力，要在台南买又不是一个难事。他又不用在，不能在哪里买？啊，在台北买是不可能的事啊。我觉得你可以先在台南买，就 finance 你的钱。你假如很多工作没有，那他以后可能不爽。你工作不忙的话，商量你就在台南给我买。就假设你今天突然在高雄买房，那你女朋友怎么办？租房啊，他可以接受啊。你说租他租新竹，你住高雄？没有啊，我买高雄买房就是 finance 啊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假设没有，因为你买房在哪里，基本上会跟他有一些强相关嘛。那我跟他讲说，我最近想要在 Seattle 买房。在 Seattle 买 ？Yeah。你用新竹看半天，就是去 Seattle 买。新竹的价钱就是 shit 嘛。Seattle 更贵吧？那不是利到时候的那个利润。嗯。就 Seattle 的投资报酬率比较高一点，因为美国的房租都还蛮贵。房租可以三四千块啊。对啊。新竹妈的，你妈2000多万的房子，搞不好租不到3万。对啊，这倒是没错。所以我 parent 就可以 take care。嗯。然后就可以顺便干我妈妈那20万。你现在自己要住，你直接在新竹买的啊？不，因为我在新竹买，然后他们每天靠背。不要，从烧纸化那么高。哇，你 Seattle 就好，就比较好。对啊，一天到晚叫我把我钱全部换美金，现在换还划算呢。对啊，现在多少？美金超低了，27.8。对啊，现在还是差不多嘛。差不多啊，27.6，差不多。就转了。这已经超低了。现在应该还是低点的，对啊，你就把你的身价，把那个什么身，那个，全部转过去，你不需要的，我可以全部转过去啊，反正我一个月进来就有钱可以生活了，对，你就留你需要用的，其他就转过去。一般我们需要留多少钱？拜托，他根本没什么需要用的，好不好？还是有。东西啊，什么？我一个月就一个月了不起花个2万，两三万打死了。啊、一个月两三万就可以了，差不多吧？差不多、啊，就算有我现在租的房子13000，
然后吃什么？房租的话大概2万吧。对啊，加房租可能就3万多、啊。吃也不是不会算到太贵了。房租多少？1万多啊。房租1万多。